有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啊！我失业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们乱说的呀。这你也信？我最爱你了。到时候你打电话，那个让我办离职手续。不会的呀，怎么可能呀？你信吗？小心留，我们从下面走吧，待会儿。啊好。哎，方伟把眼全拍了吧？对。神圣的道路上，看不到足迹。还真是。开演直播吗？今天？没开。完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回屏了，我回屏了。你们先吧，我回屏。一级不能重了，重就失去是经验的权利。开始开。要用小兵来跟他打。每下一兵打到人身上，不能打到兵身上。只要逢就失去骑兵线的权利。这凯伦打得很凶啊，可以抓啊。我要把舵手电掉。他们知道我没闪，这个落后闪现抬我，要查根。哎呀，叫错了。就是他抬我，你可以。插眼了，这里插眼了，这个草，这个草，他后面是没有眼的。完了，老师被炸了。黑屏了。对哦。是莫昭的闪。闪掉了。上路没闪，我在放中路守线。上砍他没闪，砍他没闪。听见了，听得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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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，这差距有点大了。对呀，我这只能微躲了。黑洞那边来了来了，我可以过来，我可以过来。我现在帮不了，我这两节，我帮不了这两节。拉靠，拉靠，拉靠！他要抓闪。没了。我只能发育了呀，被他妈干了一次，还是怪我不死了，我跑不了。这凯伦压不了我，他妈一级换血给我换炸了，他一级想把我压出经验区，但我那波拉扯了他，小兵把他拉爆了。全没，但他给我觉得他在，他是不是知道你在想我怕了？哦，我只能发育了，我只能。我来听他，听他一脚。听他一脚。我们打不了，我们打不了。
bombs， 没有 bombs， 没有。不够了，八个在这里。看来只有升六，他怎么可以动我？我没放，他没伤，他没伤，他没伤。可以，我发育了。哦，我看来了，这个。他六了，他六了，他六了！别来，别来，这么灭我吃。可以跟他换血。旁边没。丢了，打快不要等级，他太多了。他刚会可以硬杀我的，他带我可以硬杀我的。有多少血量？三个兵。他现在六血了，我没办法补，补牢了。我来。打！我操！这是有 TP 的吗？我他妈裂开了呀！我都没看到，他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他 TP， 我为啥没有充钱的？我也没看到 TP 的。来，他没掉我，他没掉我，就你了，他死了。哦，肯定要开呀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本来发育就不好，没事，我不怕，我补刀就行了。我这波闪现掉的快，不然他肯定给我换掉了。一会儿我来了。我今天还是冲动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别闪，别闪。没闪，你少了几刀了？又回来了。来，我这里能来吗？我不在，来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多回吧。卡上加闪了吗？加闪了，加闪，加闪。OK OK。那他这一组就加闪。你吃波线吗？哦，我吃波。我呢？快点排完了。他什么状态？卡上什么状态？我加了。他们都闪，他们都闪。推荐推荐什么？这波线你吃了？回家的，明白啊？回家的。神圣的道路上，他们推荐推荐看不到足迹。这人老狱，我没办法。六，来了，六月了。八也下去了。嗯。在这里了，刚刚。我没有大的，我没有大的。这个逼还敢！又过来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他在那边。我算了。大峡谷吧，那个大野在下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不能出去，他大招在盖我这里。大野在。没事，这波我给你打，你可以勾引一下。我根本没大招，勾引打不了。我有恐惧，我有恐惧。好，肯定要抓的比较多。他天使本来就不好打，而且前面我还先飞。都让你投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有没了。下次就不好让了。还有那个了，闪现了。来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大概也在，大概也在。我勾引他。有大的。他们全都是塔下吧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你们快追，快追，下路，快追！哎呀，我这波不好打了，这波他们……哇，这么他妈打我！哎，我没看他有 PK 棒了，把裂开。
那、啊、这波他这波是真不敢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本金还是没追上来，差一点。啊，我想他妈逼再补个再补个装备。中路掉线的包太亏了，亏了三十多兵。再补150出个魔抗加锤子。这个龙下路龙我不敢去、啊，没视野，因为他们都会排。哦，没大出不去了呀！现在太弱了，这天使真的前期太弱了。他有大应能杀我，这真敢打输。他们可能要去打龙了，应该在打蓝的。他们下路这波可能会避。要我放麦看一下吗？啊，不用不用。不能过去。慢来吧，不行。这波，老师推线，我也打峡谷。OK。拿出来。啥时候再上？中路可杀。扎克在，扎克在，扎克。直接放上了，这个。没时间了。哇，他俩长一样的。扎克去上了，忘记了，没事没事，再也没关系了。金刚影，给朱姐。金刚影没去，还没掉，还没掉，还掉，还掉。但是他这波有可能过去，绕过去了啊。来看他，金刚影不见了啊！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金刚影不见了。OK。有个大哥，我跟你配合，你给我加速，给我大，我直接冲上去干他们。嗯，看情况。我来了，看看情况啊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扎克没大没闪，我下路，到时候你们有机会可以杀他。OK， 这把他们游戏结束了。有个蓝给我留一下，下去了，金刚影下去了，没有，最终好吧，你刷，有点缺蓝。下去了，大哥，大哥没闪没大了，没闪没大。飞过来，我不演去了。嗯，我八秒，那时候先不好带，没大，很容易被，很容易被杀，一到就等他先带，我再去收。给他一点，小心啊，TP了。等等，你等一等。我砍他没大，反正没大没TP。不会不会。我就正常发育吧，发育的也还正常一点。跑不掉，这个发了跑不掉。那能抽一下吗？到了，我来了，可以
无敌，在草里。有小兵的数量。全技能都在。可能没到，可能没到，可能没到。我下路真的不好抓了。可以勾引他，芜湖。我在你后面，我有大的。OK， 我没到啊，没到。他不，他现在不敢踢了。勾引不了。好、哦，干他，干他，捡他树，捡他树。下路不好抓，我不敢去抓了，可以不？就等他们开我们把技能用起来。先刷吧，我们这个阵容后期我刷吧。对，你开他，我跟你先给我个大就行了。你将我洗礼。上去翻译。刘哥上路员，你刷吧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妈逼刚刚。刚刚我是想用大招杀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芜湖第一个贴着他，我给大，这我怎么教他？打的不是野人，不是。我东塔守不住啊。我操！可以看一下吗？看去喽。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。他没闪了，凯南掉闪了。那个路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没闪。他没闪，没闪。能带吗？他有金身的。没办法，带不了。我来了。你蹲闪吗？好、哦。他对他大交了，大交了，大交了 ，AD 大没交，辅助大交了。啊？可以，他了，他开大爷。哎，这波终结的好，多少钱？还行，还行，九百块，九百多。这把得出一个那个，这把得出个夜之风刃，那技能太多了。好肉啊！哎，你说，你们中路最好往中路站吧，然后我去带下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往中路站。他没大的，我可以背他。我踢他。距离不知道够不够。凯南没闪，太大。带我脱离凡间的沉沦。被操心了，等刘哥发育起来了，等我可以飞凯南，别，哎呀，这两个皮好凉啊！没事，下条风龙不重要。啊，这两波死的好凶，这就下路好，他妈的太狠，练肥。关键他们狭路，他妈一来抓你跑不掉了。啊？这狭不是出的那个装备，我就不是特别怕了。我吧。他妈的是来搞我，他们不想让我带线。我死了，掉大了。帮忙做点事业啊，兄弟们，很重要。哎呀！完了，全都掉。盯着你。哎，你妈有病吧？这帮兄弟。我们试一下，我们打大龙。来来来。去打大龙！我他妈也踢，我他妈也踢，他们下路两个都在，你们赶紧直接去。凯南啊，
他们没闪，有金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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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没闪，有金针
他赢了怎么？哎，他就他这样。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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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行还行，有三个，他们也死三个，不亏啊，这波不亏，我可以拿龙，他们来我还扛不住，我得出一个那个才能扛得住。这波我们已经打了，我看到被砍了，后面他神秘全掉了，给他半秒掉他。哦喽，这个神秘全掉了。那波子刚刚看对面这段英雄过去可能有效果，还是必须的。天使的英雄还是要注重自己发育，不然等会没威力。这波我拿他们下塔拔条龙，很赚的，我就不比我 PVP。而且刚刚那个地方我不好 TP， 因为没有好的位置，他们就要这里，这里一个眼都没有。如果这后半场有一个眼的话，你这边先发育，你后期很强，你发育后期不行，他们后期也不行。他们凯南现在有闪了，我们有心愿也不肥。上路兵，那是上路兵。刘哥这一波，你们看这里有没有阵眼？你们，我有，我扫描，你们扫描。哎，能不能偷一波？那个刘哥带在进塔了，我们俩偷一波。可以，他们有可能会来抓我。对上，对上。我带塔了，我带塔了，你们小心点了，你们小心点。好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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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小心点，你们小心点。我来了。不让他们打就行了，我们带就行。你们别打，你们别打，你们别打，他们很难受，他们现在很难受。好，兵力了，兵力了，兵力了。没事，我们抓着，我们拖。来，我们没事，别急。OK， 没事。你要听说啊，你不需要我听我说。好，拖过。没事，别急。我踢了。好。没事。没抢到，没事。钱够了，那意思。我有点少。哇，这扎克还有个大招，居然这么杀完了！牛啊，龙是新暗影拿的，这波应该给卡特大，你来输出的，刘哥。这波不应该考虑抢龙，你知道吗，牛逼？我们俩配合，我一个大，你大进去才行，你让位置，我大都给不了。不应该想着抢龙了，直接团灭他们就行了。我要打他们这个。有点可惜，没杀完。牛仔进去太着急了，跟不上他们凯南什么，你给我直接出来了。落在外面，知道吧？他们凯南落在外面，你这波不应该想着抢龙了，你直接等我们，你就在外面，然后我套个大，你再进去就完美。这凯南没闪，没闪，这个凯南。你选了这个？他应该没那么有钱吧？好，再给你选。哦。
哎，他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你后面，在这里。别还让他们开我们拉我和拉，不然很难受，我们进不去的。右路一个凯南，还有卡米尔，一个扎克。小心他们弱照后开啊，小心点。这边这边，我在这里，我看不到。他们在右侧。我等他们大爆发不消失吧。对，我们不急啊，我们不急啊，他们就一条龙。这条龙给了吧，我们去看能不能开到上路。去看看，开到上路。我的我是差点钱，差点钱，我的死亡咒，我他们上路现在有人补的。他700，五点钱。哎，我按错了。给我吧。我差点钱，我差点钱。飓风也差150，先拿吧。玫瑰的装备已经够了。没啥招了。好，我先偷了。他们有眼，他们有眼，他们这里有视野这一块。来偷了，来偷了。这两个人凭什么敢进来呀？来了。差200，中线给我吃一下，吃吧，这位炮怎么样？直接够了。哎，刘哥给我吃一下。吃。我又差点去。60秒。来吧，你看能不能这个卡米尔去冲他们？还有波波甲，我操，是。波波甲。我们手中拉克斯回来，我们手中。如果能先打他，我全秒表。他们找机会，我们就守线，我们别出去了，要是被开了。过去做大龙视野，他不想干你。所以这波我们要打，我这波要打。没有注意砍的，砍的伤有点高的。他这波有闪的砍的。这波只能拦，这波蓝巨团了，小心砍蓝呀，小心砍蓝。小心砍蓝和扎克，他们两个 A 一等我。我现在补阵你。都没电了，哎，他没到，他进来了，卡米尔，今天只要不留了。哎，哇，好，伤害真的高，完了，我们两线都厉害。哎呀，他们 AD 叫大了吗，老马？叫了，咋着？他们 AD 叫大了吗 ？AD 没叫，伤害太高了，帽子了。
啊，这个洛很一般，妈逼这把洛搞了我三波，有点疼，真的很伤。别！哎，没办法了，尽力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，我们还是我们得守到这水晶库，他们太多可以偷家的英雄，太他妈多了。直接这波买个表，我们直接冲路谈一波了，直接冲啊！不管这么多，打英雄。他们都不告诉我甲，什么都掉了，坦坦下波也没闪现。他们有 T 啊，得出秒表，得出秒表。先这个扫描，先这个扫描。赶紧回扫一下。他们只有可能，可能有 TP。我插针眼就好了。好。先把他们先把他们的眼扫一下，看我们高地上有没有眼。可能是伤害有点爆炸。都没有。他这波没闪的主要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波等着他们过来，他们万一这种地方有个眼，等会他们 TP 过去给我们偷了，我们还是得等他们过来呀。我们直接出去还感觉容易被封杀了。他们应该在小龙的在线。守住吧，别出去了吧。守就行，守回去。你不了吗？他砍了这波没闪的，他就想我们还是打一波。不好秒人，这个 ADG 秒不起来。要女要女啊！那个诺的大师对都不好杀。在打小，我已经他们阴着的，别去。女妖是最重要的。他们等他们闪现好，我们还是团不过的，阵容就打不过。买我这边打一个吧，你能按出表，你就能按出大的，你很容易按不出大的。主要是他们不在，他们不在的，看一下吧。那野区的这点视野比房子粗呀，这青钢也可以偷。房子眼扫一下，房子眼扫一下。他下半部就只有下半部有眼。我们两个人把这青钢也抓了呀。就等他们来中路嘛，找他去开团吧。不要想着去抓他，不要想着去抓他了，没意义。哦，郭家队。哎，他们下，他们扫人，兵大了，别怕。来了，可以打，他们扫人。赢了，青钢影，小云，哎，青钢影在哪？哎，青钢影在家。逼！我来不及。他偷不了，走了。哇，这波，把他干死可以吗？先干死了。把他可以吗？nice， 这一波吗？一波不了呀，没兵线。先追吧，推了，推过去。他们只要偷不了我们就随便打呀。这波牛奶哇，妹子这个 QQ 的太好了呀，妹妹，很关键呀，这个拉克斯这波。超应该的。抢个高地。这最后一波了，差不多。我把那个野区抄了，只能这个。对的。我拆一个门呀。差点钱。我差点钱女妖，哎，够了。那个蓝 buff 来看看，蓝 buff 可以有吗？可以。我刷个药。我差点刷药，我想吃个蓝，我想吃个蓝。我吃。你现在拿蓝没什么用了呀。OK， 不，他现在拿来有什么用的？
我这个回血什么的，这些技能很关键啊，真的。我这边有波，肯定给坚持了呀。我前面要不要吃宝一波？这边有的，砍男的波全技能啊！先做一下砍男的波，有砍。我在，我买个药送你们，等我一下，很快。OK。OK OK。砍男的波没复活下，砍面。砍面在没进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得及。两个，我们水晶，这波要打。他们如果开我的话，我反应能过来了。我的 W 不好意思，是我跟印尼友军的兄弟，不好意思。看清楚技能再说话。就小心他们，就小心他们双突进就行了，保着后排吧。砍人，砍人，砍人是最关键的。六神了，这个人看他的装备，伤害很高，小心一点。我们派一个人去吃伤害啊，你然后挑了他给他，我们就很好打。他们伤害只要灌一个人身上没灌死，我就没灌死。旁边有猪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人，别让他碰我。哎，哎，给猪肉。我操他妈的！没了，太狗。裂开。哇，不讲武德，真的，我操！可以看视野，给丢了！我操，这他妈太老六了！老六，这波他偷的好，这波他偷的真的偷的好。哇，我们都他妈推到家里面了，他这波偷的好，胆子大，这个逼！哎呀。